巧，山木银绳原始落下，欲与天公试比高。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许王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干将领命，谢大王。
寿山铁骑非寻常之物，怎能在十日之内就铸成呢？若十日之内铸不出宝剑，吴王将不留我于世，恐怕我们一家也。可是我，莫爷，剑就是我的生命，我懂，哪怕是付出再多，但有了这一对宝剑，吴国就可太平，你我夫妻俩才可无事的长相厮守。这并不明白呢，剑就是你的生命，我只是不忍心让你如此狼狈，为了铸剑在你身上留下了多少伤口，只怪自己无能，不能与你。燕婆婆，时辰到了吗？看见五月是傲然失气，这段时间里天地独木横行，铸剑时怕没有神明相助，反而招来厉鬼为师，所以自古以来铸剑匠师都会避开五月。通天炉内的火焰不起，等到六月再行开炉。燕婆婆，干将何尝不知，可是我必须燃起炉火开始铸剑。什么铸剑？不行的，午夜铸剑的话会凝聚鬼魂的。燕婆婆，乾坤炉顶，天圆地方，山位之土锻炼成钢，开炉。娘，侄儿，干将，金牌令到，第七点。金牌令到，第八点。金牌令到，第九天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天又一天，已经第九天了。
然不吃不喝，不眠不休的守在炉边，还睁那般绝望的眼睛。我真的，我真的渴望奇迹出现。报道啊！干将已经把箭铸成了。哈哈哈！太好了，呈上来。不过，大王，说，听说铸成的是两把箭，而干将只成一箭。大胆，竟敢蒙骗寡人！来人呐，把干将推出午门斩首。是，大王。那另外一把雌箭呢？听说。在干将之子梅坚持的手上，传令下去，全国通缉梅坚持。走开，走开，不要过来！走开，不要过来！梅坚持，不要过来！是我，燕之敖啊！不是，是皇帝派来的坏人，我跟你拼了！
下了一道圣旨，说将你的人头拿下，将重重有赏。大王，免，他是燕之敖，燕之敖一般。
的，那莫邪剑呢？在这。呈上来。是。大王，这把宝剑很珍贵，其他人动不得。